东盟与李宗翰领导人会议今天在印尼召开，中国是否将在会上提出核导核电站处理水排海这一问题？中国将处理水乘坐和污染水的这一主张，未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，您如何看待这种状况？谢谢。关于中方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情况，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。我也注意到有媒体报道，日方表示将在会议期间就核污染水排海的问题向各国作出说明。我们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国际社会的关切，做出有诚意、真正基于科学、取信国际社会的说明，而不是继续淡化、掩盖核污染水排海的危害。你提到这个核污染水这个称呼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日方发明了处理水这个名词，反复宣传氚的浓度没有异常，营造核污染水中只含有氚，氚的浓度达标，所以核污染水安全的假象。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蒙蔽不了国际社会。事实上，福岛核污染水的成分复杂，即使是经过净化，仍然含有碳十四、钴六十、铯九十、碘一二九、铯一三七等几十种放射性核素。不管怎么称呼，都不会让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核素消失。这个日方需要正视。